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拍摄一台无中门版 V80 的无中门后置厨卫布局，看过没？肯定没看过。今天带你来领略一下什么是 V80 的后置厨卫，而且这款后置厨卫设计的还是，比较个性化的一个年轻人，喜欢做房车自媒体，他来咱们厂家啊订购了一台房车，按照他自己的思路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布局后置厨卫款的。首先咱们来到后方这个厨卫区，大家有看到啊，厨卫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门的一个封闭门，它不像咱们最早之前设计那个是隔断门，这种是封闭门的，它是可以直接打开去到前方。咱们先把后面看完之后来前方看一下，前方还是有神秘的布局。V80 的无中门，它是一款 2.0T 的上汽派发动机啊，也是 AMT 的一个变速箱。来到厨卫区看一下，这边是厨房，可以做饭的地方。车友非常的用心，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孔，它是为了以后方便自己想用那个煤气灶，一个可移动的煤气灶放在上面来做饭。咱们给它匹配的是一个电磁炉，可以简单做个简餐。上面有车载电源以及啊12伏的电源，还有阅读灯，以及啊这边有一个储物柜，可以放咱们的一些调料瓶。电磁炉的下方有两个抽屉，设计的也是很人性化，可以来装咱们的锅碗瓢盆，这边可以来装煤气灶以及煤气罐，下方也是有储物空间。然后它的对面就是咱们这个卫生区啊，这边啊是设计了两个水盆啊，这个水盆是平常咱们可以来洗一些自己的碗筷啊，一些蔬菜水果，那么这边这个水盆可以来洗漱使用，这是一个抽拉式的花洒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在房车里面啊洗澡冲个凉，因为咱们这边配的有一个浴帘，防止水花乱溅，很方便很方便。到时候提车的时候会给你配一个便携的马桶，在这个地方上厕所也是很方便的，平常不用的时候把便携马桶放在里面，里面预留的都有空间。怎么样，这就是厨卫区，咱们打开这扇门来到里面客厅以及咱们个卧室来观看一下。来，进来之后咱们看到这款车啊，它是一个三座的设计，主驾和副驾是两个座椅，咱们副驾是360度可以旋转的。来，让我看一下，主驾和副驾两个座椅360度旋转，刚刚我已经把它给转过来之后啊，可以和后面我现在坐这个座椅啊形成一个单人对卡，这样的话咱们平常两人出行，夫妻两人情侣两人在这个地方啊，咱们在这桌子上面吃一个烛光晚餐，喝个小红酒呀，是不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而且这边是一个外推窗，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之后吃饭看车外的风景，夕阳西下。这边就是咱们那个一个电器的区域啊，电器的区域上方是空调，12伏的变频直流静音空调，咱们压缩机在车底，这样的话不占用车顶的高度，还有一个吸顶的电视在头顶，平常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连上手机 WiFi， 可以来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节目。下面啊是微波炉，进口的微波炉，旁边还有一个储物格，以及还有衣柜，咱们可以把衣服叠下放进去。下方3公斤的洗衣机，房车上面啊设施一定要齐全。长期旅行，衣服换洗怎么办？咱们有洗衣机。然后这边呢是冰箱的区域，上方啊是衣柜，然后下面是冰箱，108升的双开门冰箱，上面是冷冻，下面是冷藏，以及啊最底端还有一个设计的鞋柜的一个设计，咱们把咱们平常换洗的一些鞋子可以放在里面。三座的设计也是符合咱们这个房车手续、房车公告的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尽管放心的来使用。然后这边是设计的是双人床上下铺的一款设计，上面是一个折叠床，平常用的时候把它给放下来，咱们上面是可以休息一个人的。床的尺寸是70公分乘以1.85米，这样的话一个成年人两个小孩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这边还是有手机充电电源，还有阅读灯，晚上可以把它打开。床的上方3个吊柜，储物空间一点也不能少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咱们特产肯定要买的，咱们有储物空间可以来储藏，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床给折上去。折上去有什么办法干嘛呢？折上去之后咱们里面还有这么宽的空间是可以来储物的。然后下床是一个扩展床，这个床是可以拉过来之后形成一张双人床啊，睡俩人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所以说这张床是可以睡3个人的。你看这边有多余的垫子，它就是为了把床给拉出来之后铺上去，这样咱们一个1.18米乘1.85米的一个宽度，睡俩人你说行不行？V80 的高度啊是非常高的啊，外高高度是2.65米，那么内高能达到1.86米啊，我的身高是1.75米，大家看我头顶上面还将近有10公分的一个高度。这台车啊包括对面也是设计了两个吊柜，
也是可以来储物的，然后包括下方还有音箱，这个音箱是刚刚咱们介绍那个电视，它俩是在一起连着的，看电视啊，听音箱。来到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整车的一个电路，这台车配的是600安的锂电池啊，上面是3000瓦的逆变器的开关，以及啊房车的控制面板，然后这边还配了有一个四路监控，可以看到车外的四周四个角，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到时候咱们房车生活啊，把这个一些安全隐患彻底的排除，怎么样？喜欢这款车吗？V80 的五种门款后置储位布局，真的是啊，给年轻人设计了一款车啊，给年轻人设计一款车。你喜欢旅行，喜欢那个自驾游，喜欢咱们这个自媒体，可以选择这台后置储位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